几解放军吗？走啊！几解放军多少钱？50。那他刚刚从哪里来？袁家。你收到多少？50。那我为什么50？因为我刷颜值收费的呀。啊？他颜值收费的？是啊。那好，我给你100。毕竟我的颜值已经摆在这里。你别笑。玛丽，我弄里面更臭了，整点解呗。今天该收租了，我才不信你去收租。欢迎使用家长定位系统目标喇叭，前方路口右转，前方直行，大哥在右侧10米处。臭小子，还跟我玩这种小把。